刘嘉玲、关之琳、钟镇涛、容祖儿、许志安、陈展鹏和薛文佑等人出席香港经典品牌颁奖礼。近日关之琳就在网上面 po 了张朋友们同佢提早庆生的相，被大赞是冻龄少女啊！提到生日正日，咁啱是中秋节，朱子又会是怎样过呢？从上个礼拜开始已经开始到因为、那天可能会留给家里人，所以就其他的之前的日子可能就天天都跟不同的朋友庆祝这样。其实很多年我都会碰到是中秋，那更好了，就是可以约更多的朋友去聚会啊、赏月啊，然后又喝酒啊，就更有气氛。讲到中秋节，嘉玲姐都约好了老公梁朝伟去旅行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我们约好了去看枫叶，然后去 hiking。提到日前钟欣同 po 咗张同老公嘅合照，仲 tag 咗爸妈学前班，惹嚟粉丝误会佢做人成功。虽然最后都澄清咗只系拍真人 show， 但系好友祖儿都好想佢哋快啲做人成功啊！想啊，好靓啊，我觉得一定会系。眼大大啊，鼻高高啊，然之后好精灵啊，咁即系同埋应该性格都几好嘅。呢单系假嘅，咁陈展鹏同薛文佑有传你哋系相喜临门，又系咪真噶？我系咪真系要再减肥？因为上年我已经俾人话有咗，咁嗰时系真系再圆啲嘅，但系今年我应该有进步到瘦咗啦。最好就四喜临门啦，我 ready 嘅。但最緊要我瘦咗先啦，定係瘦，因為上鏡會靚啲嘛。幾多臨門我都覺得冇所謂，最緊要俾我瘦先，好唔好？瘦啲嘅。都多謝大家祝福啦。